好，下面请看，这个毁教，儒道是三家毁掉的，毁教的就有现实的恶果，这里就谈到我们佛法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在护持，但也有一些帝王灭佛，灭佛我们历史上就称为三武一宗，第一次灭佛就是百位魏太武灭佛，这个因缘也是很多了当然我们简单讲，当时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一个大臣叫崔浩，是他最先的发起，劝魏太武这个毁佛法灭僧人。这崔浩呢，学问很好，才智过人，博闻强记，所以太武帝呢，很信任他，那官位就当司徒，就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但他却不信佛，而他的妻子郭氏却是信佛的。他的妻子诵经的时候，他都发怒把这个佛经烧掉。他的两个弟弟崔仪和崔摩，也是深信三宝的，见到佛像在什么地方都拜，这个崔浩都嘲笑斥责他两个弟弟。所以他当时是跟这个寇谦之这个道教的一个人共同来说服魏太武灭佛。灭佛之后，你看没有几年呢，他就有一桩事情，就是为百位修历史。这桩事情呢，得罪了皇帝。那修史这个崔浩也有点文人气质了，修史他奉行的是春秋笔法，写真实的历史，并且把它写在碑上。那百位的这种历史，他的先祖以了有些丑恶的事情，他都写出来了，刻在碑上，这样就使得魏太武就触怒了魏太武帝，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了，大家共同来议说要判死刑，你看这个判死刑当时在前往这个刑场的路上，这些押送他的卫兵都撒尿在他头上他都是疼痛的嗷嗷叫自古以来宰相被杀死的这个惨痛，没有比崔浩更厉害的了，崔浩的家族无人老少也都被斩头了，唯有他两个弟弟崔仪和崔摩，由于跟他志向不一样，信仰不同，就免去了死刑，这是太武灭法，这个魏太武帝在45岁的时候，也就在灭佛的6年以后，这是魏太武帝，还有周武帝、唐武宗这些都是灭佛之后很快，他的国家或者亡了，或者自己很快死了。这些例子，三武一宗的灭佛，它的因果报应非常非常大。再就是你看灭儒家的秦始皇灭儒家是这个由李斯，也是他的宰相所重用的，
你看，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快他就在49岁的时候去世了。虽然他想长命百岁，派徐福3000个童男童女去行长生不老之术，但自己只活了49岁。李斯也很快全家全族被斩，都是这样的果报啊！所以这些事情大家看历史啊，这里就不详细谈了。这个事情都非常显著地彰显出来，所以就伏愿普天之下要扬提啊，广行三教的这种文昌帝君的意识啊，儒家就成为真儒，释迦就成为真正的修道人，道家你就安分在你的道上，同心同德，共同相助这个国家的教化，不要相互的诋毁，而是要交相称赞，相辅相成，这就是天下苍生的幸事了，啊。